一番来たこれ。コメントがね、コメントが一番です。コメントだけ一番でした。バーン。大家晚安，大家晚安。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なんだこれ。大家晚上好。今天有过有过日，知道我的脸一直出油。不知道我今天没有出去玩，没有出去，所以不知道。谢谢送我玫瑰。哎，我大家还好吗？疫情还好吗？天空阿哈枫叶酒壶吗？继儿，现在不能出去了，比想想严重。明天你要出门要记得戴口罩。我现在不用出门了，因为我高三都不用去学校了，一个礼拜，先一个礼拜停课。普通にぐらいこんな感じだから、もうさ、日本は諦めてるよね、正直言ったら。だからね、もういいんだけどな、もうなんかこっちも諦めてるからね、私も諦めてるから。留着五十四，然后我公司还说不可以在家上班，奇怪，留着也太多了吧。然后我明天要上班，可是很无聊哎。我想去学校，因为最后一个月了，还不用去学校了，很废呢。怎么办？我还有两年的时间。啊，不是两年，不是两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もうワクチン来るまで仕方ない。ワクチン来たところでじゃないでもって思います。大家晚上好。お、健健好久不见。可是我很可惜的就是可能六月的活动会没有了，我不知道，就是六月的生日会跟还有那个什么 reset 公演。まあ、ワクチン来たらまあかからなくなるよ。そうなの？かからないの？そうなの？メリオ毕业了，那可以好好放松。メ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AKBSH 有听糖果吗？还没有听。礼拜四停电的时候，我们下班想要去吃蘑菇有名的拉面，结果停电没开，很可怜。Hello， 草莓酱，一开嗨。我今さん AKB 卒業するの ？AKB じゃなくて高校だわ。草莓酱，谢谢送我温手力。生日会觉得会补班了。公演真的就没了啊！我可以回去了，然后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跳舞，然后就不能搬了，太难过了。卒業したら、タトゥー入れないよ。タトゥー入れない、怖いよ。痛いから入れないよ。シールで十分タトゥーは。まだあるんだよね、これ。ほら、すごくない？まだある。こっちのはもうないけど、こっちはまだある。
直销，还有下半年。復帰公演バイバイ、マジバイバイなんだけど。本当いや。暇なんだけど。太无聊了吧？怎么办？好无聊，因为礼拜六日都没有，不能出去玩了就，然后明天也不用去上课了，超无聊的。要等六月公布期待公演，所以现在也不能练舞。对啊，不行啊。虽然现在只说看情况，但是真的很有可能取消。我觉得会，因为我觉得昨天的话180个人，然后今天早上就中午前就超过了200多个人吧，我觉得。完蛋了，我觉得没有办法，就这样吧。スイッチ買うしかないよ、本当にマジで買うしかないよ。でもお金ないよまだ。もう太快了，我想买 Switch， 但是没钱。那就赶快把火影追。对，我等一下看一下火影忍者好了。哈喽美玲，旅太郎，ヤッホー。テッド晚安。台湾コロナ増えてきたの？そう、最近台湾コロナが増えてきちゃって、もういろんなお店とかはとりあえずもうやってないし、学校は大学生はもうリモート学校、リモート授業で、高校3年生と中学校3年生、多分もうすぐ卒業するだからだと思うんだけど、中3と高3はとりあえず1週間学校で、あ、じゃあ家で待機で、まあ、もし1週間の状況でマシになったらまた行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だけど多分なんないでしょうね。状況厳しい、絶対厳しいよね。どこもコロナ増えてる、本当だよ。最近要爆重哦，感觉疫情变严重了。对，你也是，我很担心你的生日会。我也觉得感觉没有，好难过哎。生日会搞不好跟去年卢卡一样烂直播，不要不要直播，讨厌。こんばんは、エロミ。四軍こんばんは。え、四軍のところはどうなの？コロナ。大丈夫なの？晚安、家族、晚安。看来美玲感冒完全好了。没有、还是会有一点咳嗽。但现在我也不敢去看医生、怕我会怕。之前很期待的电影七月上映、真的希望一起赶快好起来。2週間ぐらいないと今の制作の効果出ないから。そうだね、もう卒業しちゃうよ、そしたら学校。我很担心三周年今年の TV、 希望那时候还没有严重。ミレイちゃんサイ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ヨング、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受け取ってくれて。みんなで気をつけようね、本当だよ、気をつけよう。我还没订车票，因为很怕取消。对，先不用不用吧，不用。都是人与人连接，还有另外人与人的连接。配信のが私たちも見れるけどね。
まあそれはそっか。不会生会正常。会吗？会吗？我觉得不可能哦，有可能不行哦。罐头跟上，赶上跟八个月，嘿。最近マジやばい。晚安。谢谢夏夏幸运四叶草卒業。はい、你好。30分なったら落ちるね。なんで？なんで？早くない？早すぎじゃない？晚上好。枯梅晚安。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你。耶。还有三天就什么520我爱你的日子，等待大家的告白气球。日本にも台湾の IT 大臣ほんとね。まあでもな、どうなることやら。でもなんか日本はもう諦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コロナのことね。正直諦めてるでしょ多分。很担心又要很久没活动了。对啊，很难过，怎么办？可以不要吗？眼睛好痒。学校明天开始要远距离，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哦，连医生都说两个礼拜没事，是其增长来说最快都要一个多月。晚安美玲，晚安黑流星。行くとこあるもん。あっそ、あっそ。もう自粛しすぎてお店も商売できないし、みんな食っていけないからもはや普通に生活するしかない。本当だよ、そうだよ。日本はもうダメだね。もう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う。もうなんかこんなこと言ったらあれだけど、なったらなったで、ならなかったらなら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っていう感じ。もうこっちも諦めてるから、台湾人まで諦めてないから、私は諦めてるから。もう冷た。だってどうせ行かないでって言っても行くもん、行くもん。そうそう、本当にもうしょうがない。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没办法。虽然台湾人，因为台湾之前是比较安全，所以可能大家觉得可能很紧张吧。但一直看日本的样子，我觉得算了吧，就没有办法。虽然现在是好好待在家里，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变严重了，就变严重了，啊，好讨厌！我也感觉一阵子都不能回日本的感觉。我想回日本，大家晚安。本当呢，大家送我礼物。拜托。没理由打过，那是什么东西？晚安。日本だったら多分台湾帰れなくなる。多分帰れないね。それはある。だからもう一生戻れないわこれ。もう TP 卒業したところにしかもうやめれない、あ、帰れないと思う多分。谢谢送我玫瑰。やだよ、家族とか日本のお友達に会いたい。 TP
AKB 今年ぐらいに辞めるのかな。おい、それはポカなんです。你好，我来没有你是 Black Beat， 我就知道。今年你可以上选发，期待第五张专辑，还有上个月。啊，ワクチン。没有啊，是疫情的吗？疫情的应该没办法吧？现在我们不能打吧？不行吧？听说只能高比较老人，比较老的人。在日本的话65歳以上。割とガチな感じで、ガチな感じで言ってるよ。もちろんガチで帰りたい、ずっと帰りたいと思ってるよ。ほんと帰りたいよ。家族に会いたいし、日本の友達がすごく恋しくて恋しくてたまらない。中学校の時の友達と今でも仲いいから会いたいです。親友ちゃんたちに会いに行きたい。確か今福岡はだって65歳から65歳以上の方からしかできないから、多分若い人たちは多分回ってくるの遅いんだろうなって思いながら。いつになったらワクチン打せるねん。本当だよね、マジ。你今年没有回日本，快一年半吧，一年半没有回来，没有回去。真的是在家里只能睡觉而已，对，真的只能睡觉。65歳の方たちも今予約しても6月7日だからね。マジで遅くない？遅すぎ。選挙権持ったらちゃんと投票に行こうね。眠たい。眠い。本当にずっと寝てるもんけど眠たい。寝すぎて眠たい。好想睡觉。ハロー、ハロー、誕生、ハロー。我礼拜五下班有卖模型，模型，所以礼拜六晚上都在去模型。模型，你日本还要隔离14天吗？当然要啊，要啊。何時間寝とんねん。でも何時間寝たんだろう、わかんない。今天我今天跟雨林、林一、阿丽、还有谁啊？夸、小青一起玩那个在玩乐可以玩的游戏，就是讲电话，然后我们讲了4个小时的电话，然后讲4个小时，然后就是画画之类的，好像玩乐上有一个可以画画的游戏，然后就我们一直玩画画的，对。很好玩。我睡正店，冷气好冷。我也是。星期五去海边玩之后就没出门到现在了。哎，你有去海边？我好好，我也想去。海星了最多什么的，我上什么出来？めちゃくちゃ暇。本当だ、暇だったよ。其实不用那么绝望，疫情爆炸通常都是头几天。是吗？希望是这样子啦。对啊，我有玩过，很好玩，猜大家画什么之类的，对之类的，很对，真的很好玩。咖喱坨，对对对对，4小时电话，对啊，我们讲了4个小时，很厉害吧？刘建国，嗨，欧米纳米，嗨，谢谢刘建国的玫瑰。升级享受零广告的观影体验，马上免费试用 YouTube Premium。New super potent eye serum, natural origin ingredients, triple action to capture the full power. 就是萨克拉真的太无聊了。讲4小时，很久，然后还玩了吃鸡，
感，应该是用 LINE 吧，用电话，吃电话，对，用 LINE 的电话。福岡に帰ったら一番行きたいのはどこ？我想要去，我想去拍到头贴，还有我想去买日本的衣服，我想吃豚骨拉面。天津に行きたい。天津？天津に行きたい。天津に行きたいです。みんな暇そう。めっちゃ暇だよ本当に。来週それぞれメンバー配信時間2倍にしたら絶対嫌。美丽晚上好，青雨晚安。吃鸡好久没玩了，美丽又回去玩了。对，我也很久没有玩，但就是今天太无聊了，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玩一下，好玩了。命金，嗨。天津なんかいろいろ買う。嘘、もうずっと行ってないからさ。なんか潰れたのは分かるんだけど、天神コアとかが潰れたのは覚えてるんだけど、他のは分かんない。天神コアが一番好きだったのに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超辛い。前も久々行ってないわ。私も行ってないな。天神コアなくなった。そこが一番ね、好きだったのに、入ってる お店が一番好きなところだったから、すごいショック。目前最常玩的游戏是 AKB48 ドボン。我没有玩过，好玩吗？你好，今天我迟到了，你明明就在，刚刚也在啊。入ってるお店が確かに JK にお手頃なお店ばっかだったね。そう、ショック。まあでも確かパルコに移動したとか聞いたけど、でもすごいショック。很不错很像 UNO。 我也想玩。好玩吗？感觉好玩。晚安。哪有你今天都没看过这个名字进来，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对吧？我就知道。明天要工作了，要岛主宝。加油加油，大家要小心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戴口罩，然后一定要消毒。对，然后捷运站不要讲话。谢谢当周的问所力。有机会可以玩玩看，期待里面遇到你。好，我玩玩看，我等一下看看有没有。谢谢丹丘的礼物，谢谢谢谢，加油加油，上班加油，我不用去上课了。大阪もしょっちゅう行ってましたけどね。大阪？梅田とか。梅田とか行ったことないな。もう福岡民なので私は福岡しか行かないからね。エロミも気をつけてね。エロミはなんだかんだわかんない。エロミすぐ風邪ひくからな。我真的是很身体比较弱，就是在日本的时候流行的那个流行感冒吗？那个我在学校第一个会被传染的那种，就是第一个我从我开始的那种，我三年的那国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是我是第一个，所以我可能我不能出去玩。我做不到捷运了，那很好，不用坐，不用坐。那个也到过那，对，地感力好，地感力不好，对，不好，对，好像不好。谢谢丹丘的玫瑰。
算的温手里，谢谢你。待って。何、ミレちゃんコロナに感染した、だから学校休んで。感染してないわ、変なこと言うな感染してないわ。ミレちゃんが欲しいことだからいいじゃん。まあね、でもさ、休み欲しいけどさ、遊びに行けないんだよ。虽然我明天不用去上课了，但是只能待在家里，我觉得很无聊哎。就是如果不用去学校，然后可以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就不行，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开心。香菇，你们要注意自己健康，所有成员绝对要安全。好，我会加油，我会保护自己。彩虹花你好，そんなわがまま言ってられる場合ではない。本当だね、もうしょうがないよ、しょうがないよ。以后出门要穿的跟钢铁人一样最安全，感觉很安全。まだ卒業生ミレちゃん夏休みはもう始まってた。本当だよ、スイッチ買わないと、マジでスイッチ買わないといけないじゃん、どうしよう。中国語の勉強、わかった、中国語の勉強します、中国語の勉強します。ファン加油、彩虹花你也是哦。お金とで比べたらミレちゃんの休み時間一番多いだな。本当だよね、一番多いよ。もうこれから2年ぐらい、2,3 年、4年、5年、永遠に夏休みかもしれない。もう勉強サボろうとしてたやん、完全に。してないよ。你要考试？没有啊，我没有要考试啊。哎，对耶，现在子安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去考试中文鉴定。没有，我要去的中文鉴定是12月的那种，就是月，不是5月的，所以没关系，还有很多时间。勝ったら一緒に、もちろん、早く買いたいんだけど、マジでスイッチ買わないとやばいって。ミレイちゃんの6月の公演も休みするかもしれん。そうなるのは3月の、本当に最悪、マジで羨ましい。ミレイちゃんの3ヶ月連続休みいいな。よくないよ、全然よくないから。やだね、疫情真的很麻烦，而且好像那个什么，很多泡面吗？泡面都被买光，就是卖光了，就没有卖。现在很多地方没有卖，大家都买那个泡面，然后就现在都没有。7月还会出新版本耶，你要全买吗？真的吗？真的吗？7月还有新的，不是最近才会出的吗？
家に食材なくなった？私の家はまだあるんだけど、みんなスーパーであのカップラーメン爆買いしてるんだってさ。对，七月要出新的，我在脸书看到。那我不买了，我要买新的好了。哎，好无聊哦。考试带的出头带阿套出门绝对安全，好像是哦，很好笑哎。我应该要买那个了。美玲有去买食物吗？没有，我没有，哎，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评价，看哪一个版本好玩就买哪一本。好 ，OK。我知道自己的菜，我有三分太高，要是不是很早知道我就带着外套。7月発売のモンハン、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ストーリーズだよ。何が違うの？要素も不一樣。我没有玩，我不知道耶。美玲对抖音也很有研究吗？看你跟麻友一起跳很赞，真的吗？研究还好耶，我就本来就很会看抖音，但是不太会拍，之前比较会。我妹妹很会拍抖音，那我完全不会，很难。来月の見るやつパーティーもしかしてあれだな、キャンセルしか。多分そうだよ、多分ワンチャン取消だねって。卒業発表したの？そうなの？知らなかった。それはなんでだ？韓国に残るとかそんな感じかな。大家都吓到什么？抖音多拍点，你很棒，我都有看哎，真的吗？喜欢吗？还可以吗？有暗赞吗？韩国？卒業コンサートは6月19日。なるほどね。我觉得没有很那个耶，我觉得不会吓到，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因为他有去韩国，在那边那么红，我觉得，而且刚好 IZONE 也快要解散嘛，解散是吗？就是快没了，我觉得他不会待在这里吧，我觉得他会去韩国发展，所以我觉得不会吓到。可能有一些人也是不会吓到我，应该很多人猜到他会去韩国的感觉。虽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有待在韩国，还是会来日本。
下，我是比较还好，不过网络上很多 HKT 粉丝都觉得蛮可惜的。对，可能是很多人都可惜，但是不会笑到，应该大家都猜到吧。很多人都是啊，在那边发展比较有机会。其实当年他过去前，好多人都聊到他回来一定马上毕业。我觉得大家这样会猜吧，我觉得啦。所以还好。但感觉那个三爷有可能会毕业哦，我觉得。韩国にかもね。美丽，你有没有参加过跨性别游戏？这是什么游戏？我没有听过哎。在哪？在聊那个？聊什么？我也这么觉得。没关系，我到时候再好好安慰他就好。应该不会，瞳大概会。真的吗？真的？我也不知道哎。但我觉得那个啥，他比较适合日本的感觉。何時まで？あと1時間ぐらいかな。あと1時間ぐらい。今日すごくマジで何もしたくない。韓国驾照多好。我觉得驾照是不代表是毕业吧，有可能是因为在韩国考比较好，比较便宜啊。因为我觉得台湾比较便宜，所以我想要回日本一间，在台湾考到驾照。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代表吧？代表说毕业的。じゃあちょっと消えるわ。なんで？不过我个人觉得韩放 IG1 的放很自私。为什么？台湾比日本好吗？没有，日本的考驾照是很贵，真的很贵。別のところで心配されてるやん。されてないし。されてないもん。されてないもん。可以在日本换啊。对啊，对啊，对啊，我知道啊。像我也有日本驾照，用台湾换的。我觉得在台湾考的比较好。そんな可愛い顔しても無理だよ、ジョンカニさん。無理だよ。え、怖い。電気が消えた。怖い。やめて。
怖いんだけど。ああ。え、おやさ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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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電じゃないよ、停電じゃない。電車。おやさま。はい、治った。もう怖すぎ。怖すぎ。シャーだ、シャーだ。シャース。自分で消したやん。消してない。クーレン感じちゃう。ハーマンさんも、そのどんし。ミレちゃん、ウルジェン、天罰。言ってないよ。停電じゃなくて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です。当時の反反上。当然大家都想要要求啊，因为很喜欢他们，对吧？等等等。台湾驾照真的有够便宜。对啊，我也觉得。ミレメイのティックトックめっちゃ良かった。え、今日出たの？ミレメイのティックトックとかなんか分からんけど。いつのやつ？全然分かんないんだけど。見てなさすぎて。今日の？それとも前の？懐中電灯で自分の顔下から照らすの、そんなことしないよ、ブスじゃん。我也有台湾驾照换日本的，然后就撞坏公司的车了。哎，好可怕，好，不行不行。ミレちゃんが停電みたいな話にするなら面白い。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世にも奇妙なも全然奇妙じゃないんだけど。何の音楽流そうかな。欸，我最近喜欢的歌手，欸，我最近每天每一天都在找很好听的歌，然后我最近喜欢变态，变态什么 club？天台新式クラブっていう这个歌手的歌很好听，这首很好听。ちなみに先日前にミレちゃんの家は停電したのか？うん、してないよ。自分で電気消したら奇妙じゃない、全然奇妙じゃないよ。クラブ、クラブに反応しないで。这个いい名。知道吗？変態紳士クラブっていうところね。でもやだ、これ電気消すの、ちょっと電気消した方が顔が白く映るんです。反応するでしょ自分ね。目を転校つい人材、そう、変態紳士クラブぜひ入会されて。そう、我最近喜欢的歌手。在 YouTube 找，现在的歌手都怪怪，取怪怪的名字，可能这样比较大家会记吧。変態が好きってアイドルの口から聞いてもらえ、変態紳士クラブっていう歌詞だから、変態が好きなんじゃないから。他们是歌歌名，嗯，不是，他们的名字跟歌的感觉完全。完全不像。
なんとかミレイさんもポイなんだね。ポイしない、毎日聞いてるよ。トイモミレイちゃんも聞いてるよ。ちゃんと聞いてる。最近いろんな歌ばっかり聞いてるから。但是歌听起来还蛮舒服的。对啊，歌很好听，这个声音很好听吧。フォロワーしてもらったのに。好きだもん、ちゃんと。大好きだよ。ちょっとあれは何？何って何が何？何？あれって何？何だろう？あー、え、これ4回知らないの？知らないの？何ってシール、ティエツ、ティエド、这是ティエド、ティエド、不是刺青哦，这是ティエド。可是真的很像耶，很像刺青，但这是ティエド。向日葵的ティエツ。何臭い臭いって。え、大家送我礼物、拜托、送我还有四分钟了。ジョンカニさん、車送って。体洗ってないからシール、体洗ってるよちゃんと。こっちはもう消えたもん。台湾でゲイパレード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ない。谢谢天长的比心，ありがとう。谢谢楚楚有吃麦当劳吗？谢谢送我枫叶，谢谢你，耶！車車ブーブー来た。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ブーブーです。今日は何セールしてるの？ブーブーセールしてますか？ありがとう。なんだっけ、にゃん、あ、違う、にゃん、一二三、にゃん、ありがとう。セールはしてな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とね3分だ。え、今日はね7位。なんか今日、今天好像今天開直播的人比较少对吧。还以为每次呢去刺青就变成第一个有刺青的，没有。如果我刺青了被哎，就是强迫的毕业，一定要毕业。对啊，这首歌很好听。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たくさん送ってくれて。其他人也送我礼物吧。如果可以的话送我礼物。毕业。大家每次都就是听到就是一个充填的地方，然后就听别的地方都没听到就误会。就是如果我自庆了就要毕业了。对，不能继续偶像偶像。别说了，我很辛苦，英爵也在直播。勇哥，谢谢看我直播。台湾人应该都很难接受你们刺青吧？可能日本人也不行吧？我觉得，可能日本更不行，日本更不行。对，只是回日本泡温泉很麻烦，对，不能泡温泉了，真的不能泡温泉，所以我不行。我很爱泡温泉，所以我不要。多分越されるなこれ。え、ダメ、越されちゃダメだってね。ジョンカニさんもっとちょっと頑張って。いや越されないでしょ、大丈夫でしょ。7位だよ、多分大丈夫。あと1分あるもん。为什么不能刺青？我也不知道耶，感觉不行耶。
公司人说不能刺青。谢谢送我太带你去流浪耶，ありがとう。其他人也送我礼物吧，拜托拜托。沈恩快点，都没有送我。今天还没送我礼物耶，你不行哦，大家一定要送我礼物。ありがとう、いっぱいくれた、嬉しい。谢谢です。です。お、谢谢真恩的告白气球、イエーイ。ありがとう、谢谢。からの谢谢天九的玫瑰。幸好我送了，对勇哥谢谢，勇哥也送我。哎，好厉害！告白气球是520哎，520 520，好厉害，刚刚好。所以之前有日本艺人抱怨说，他只是在脚上吃一次猫，很多温泉都不能进去。ひねちゃんが一番目の刺激刺激メンバーなら面白そう。面白くない、刺激刺激じゃないから。勇哥下个月送五万两千，欸，やった六位。谢谢大家送我礼物的大家，勇哥你さんありがとう。六位だよ。じゃあ本包あるかな、会不会有本包、有吗有吗有吗？大家你好，じゃあ私はこれで。なんで無理、ジョンカニさん見てけよ最後まで。谢谢苹果猫追踪我，谢谢大家。大家你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小商美玲。大家送我礼物哦，送谢谢送我枫叶，谢谢大家。大家疫情还好吗？还可以吗？要好好待在家里。然后戴口罩，谢谢送我玫瑰。美玲晚安，大家一起加油，希望疫情早日共处。我六月想看到美玲，我会加油的，大家加油。哎，谢谢大家追踪我，谢谢送我比心。对，大家追踪我的 IG 跟还有直播间可以吗？谢谢追踪我的大家。え、レックスありがとう、谢谢レックスの礼物、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です、谢谢レックス。え、有红包了，大家如果大家要追踪我的直播还有送我礼物，然后还要追踪我的 IG， 还有五月有升学证，对，我的升学证是，大家有买吗？对，我忘记问大家了，大家有没有买我的升学证？五月的，对。ちょっとね、TP がないよ。何が？あのね、なんだっけ。大家送我礼物哦，还有追踪我的 IG 跟直播，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买我的五月的升学证，主题是空姐。对，大家有买吗？有没有买？有没有？没有人回答我。嗯。
没有，为什么 BLACKPINK 没不买？买一包就能做名牌，要快买哦！买了 Dance Young Girl 还没买，要压线。不行，你快一点好吗？你如果那你压线，那如果那你最后一分钟一定要买好，好吗？最后一分钟要买我的升学证哦，不是其他人的，是我的，好吗？大家要此地小山美玲，可以吗？意思因为官方影片把四雅雨晴银爵拍得很好看的，我的也很好看好吗？对，那时候的妆容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买一下，所以很快就买了。勇哥买了就信 BLACKPINK 你也要买哦。何枚指定したら良い？え？多ければ多いほど嬉しいです。多いければ多いほど嬉しいけど、そこはもうお任せします。お任せする。でも多ければ多い方が嬉しい。って感じ。1枚でも指定してくれるだけで本当に嬉しいか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って感じですね。大家你好、大家そう、大家追踪我、大家。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小山美玲，我是日本人，我今年啊，我现在18岁，然后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 跟还有直播间，对，跟我一起聊天吧。1枚指定したから喜んで喜びます。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1枚指定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やっぱね、1枚でもね指定してくれる人がいるだけですごく嬉しいので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如果有买我的升学证的人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マリーに2ヘクターぐらい買ってるんだけどね。なんで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のかな、ジョンカニさんって。嫌いだわ、マジ。まあいいよ、別に。まあ1枚ぐらいでもね、指定してくれれば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要買哦、大家要買我的升学证、还有、对、还有什么、还有、追踪我的 IG。然后大家疫情要好好保护自己跟身边的人，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然后还要洗手，没事就不要出门最好。ちょっと何聞こう。そう、同じばかり聞いてるわ最近ずっと。最近一直听一样的歌耶。大家送我礼物，大家请大家送我礼物。如果要拿红包的人，送我礼物好吗？送我礼物。他の歌全然聞かないんだけど、何聞けばいいか分からん。明日見るじゃん、本当に学校休み。明日暇すぎるじゃん、めっちゃ暇だよ、何もすることない本当に。設定したら、設定してる、取ったらプレゼント送るやつ設定してるけど、もうみんなちゃんと送って。もっとタチアさん割りを、明年要干嘛？大家明年要做什么呢？明年是要上班，那待在家里的人大家要做什么呢？明年有人要待在家里的人吗？谢
谢谢送我玫瑰，谢谢你。萌会吗？是这样念吗？谢谢送我玫瑰。明天上班，普通に月曜です。みんなやっぱ三番か。羨ましいだな。全然羨ましくないんだが。我是不想要，不想要待在家里的人，因为只能睡觉，好无聊，真的好无聊。大学已经远距了，要一直在家。对，是那个吗？视讯的。视讯上课吗？大学生。对啊，对啊，啊，很麻烦的视讯，视讯上课我觉得很无聊哎，我不想，我不想。现在一定都要远距离，可是国中一年级、二年级、高中一年级、二年级还是有上课啊，奇怪欸，我觉得很怪。如果要就是要停课的话，就大家要停课比较好，不会觉得吗？ミネちゃん永遠に休み中どうせやることないらしいやだ。停班了，我们的地方在学活动发音。原来还好停。搬了就不用那个，视讯比较好，因为你可以边打电动边上课，在教室上课也无聊吧，都无聊，都无聊。もうそろそろ抜けていい？なんでずっと抜ける抜ける言うんだよ、つらみだよ、まあいいよ。ミネちゃんの学校遠距離授業あるの？今んところないかな、多分ないかな。博中生坐不住啊，家长也没时间照顾，大学生比较有自主。可是国中一年级、二年级是要去，但是为什么三年级不用去？这个我觉得怪怪的地方。如果三年级不用去的话，就大家不要去。对，某人海边上个边看先上公演还是活动的样子，真的。美丽晚安，爱想晚安，还好吗？跟我一起聊天。多分ないってどういうこと？自分の学校そんなに詳しくないのか？嗯，詳しくない。興味ないもん学校に。对学校完全没有兴趣。谢谢你，谢谢。瑞士干什么直接停课？对，就停个一个礼拜而已，先一个礼拜。如果还是严重的话，就下个礼拜吧。下个礼拜也可能会停课。但我想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不会延后毕业典礼，会不会延后？枫叶，谢谢 Alex 的枫叶。看视讯。美玲英雪是国三，高三了，高三。跟无聊的事直接线上
我不要，我真的毕业典礼一定要办好吗？我真的不想要线上毕业典礼，真的是不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最后的学校生活要线上，真的不行。好像日本的话，日本人都是只有30分钟的毕业典礼。美，你有想过换简单一点字解吗？是，有时你会卡住，我都没有想，没有想，我都自己直接就是一，就现在想，对我没有想。谢谢西兰的玫瑰，跟谢谢送我文件夹子吗？但是台湾应该很难吧？对，因为台湾人都很怕疫情，对吧？所以没有办法。ひねちゃん、卒業式参加したい、学校に興味ないのに別に参加しないもいい。授業は嫌いだけど友達は好きだよ。だから会いたいじゃん、卒業式。圣诞毕业典礼不错啊，可以。不要，我想要跟大家拍照之类的。最近有学校在成什么听说他们翻译会做好，拜托让他们帮的。对，我也想要毕业典礼。ミレイちゃん友達あるのかい？もちろんあるよ。あるよ。花脸盘微波。毕业典礼的重点是大家一起拿毕业证书啊。操场老师话有人认真听吗？没有人要认真听好吗？只要拿到了证书，然后最后跟大家拍照，就这样。明日朝やら寝ます。ミレちゃんまたね。ハルさん明日頑張ってね。仕事かな？頑張れ、おやすみなさい。ありがとう、見てくれて。这次你们都是在家里，我就不用讲话端说了，好像会讲得很好笑。真的，我高中毕业典礼结束也是跟小认识的全部一起拍。对，我想要拍照，跟大家拍一拍就结束了。日本毕业会南方第二。大学还会这样做吗？大学生是没有制服，大学生都是跟台湾一样自己的偏服，所以没有。但是高中跟国中应该有吧，国中最多吧。ちなみに私なら卒業式参加したくない、めんどくさいだし。我们一群臭男生一起拍。还在可以，传统活动就母汤了。我们学校的大学迎新跟毕业都会把人丢进学校的什么河里面，什么东西？谢谢宇哥让我爱你的枫叶，谢谢你送我枫叶，谢谢。一堆戴口罩纪念照过了5年都不认出，认不出来是谁，有可能哦。哎，我们来。跟英爵聊天好了。
エロバ変態。何してるの？何もしてないよ。さっき晩ご飯食べた。何食べたの？カレーうどん麺。咖喱乌龙面。你在谁的家？姐姐。姐姐的家。耶、yeah ，好吧，那你们聊什么？没有，他说我们尴尬，没有尴尬好吗？应该吧，应该吧，还不会嘞。想要领广告？你要开到几点？十点？你是不是要关了？你是不是又要关了？对啊，先关啊！我就知道，再见。哎、欸，太快了吧！你很过分哎、欸，故意全日文跟一卷对话。我无聊，你要聊天，你要陪我聊天。嗯、不是，两个都是八点开，你是两个小时哦。对啊。原来。猫咪不快乐，猫咪不快乐。无聊的。猫咪。嗨，猫咪不爽，猫咪不爽，猫咪很不爽。我不喜欢猫咪。你不喜欢猫咪？为什么？不好，不可爱。很可爱啊！你看多可爱啊！很可怕。哪里？猫咪。我姐姐刚刚说，觉得猫咪不可爱的人才不可爱。哎、欸，我姐说，觉得猫咪不可爱的人才不可爱。哎、欸，你的姐姐很过分呢、欸。我喜欢狗，我喜欢狗狗。你喜欢老鼠？我不喜欢。白露，你喜欢老鼠？你吃什么？哎，是这是猫咪的。猫咪的那个刷牙的。不是啦，这是什么？化毛膏、啊。犬派、犬派です。犬派です。牙膏、牙膏、牙膏。他吃到翻白眼，好恐怖！牙膏，很像哎、欸，不是啊，是牙膏的音觉。你吃牙膏、啊？是牙膏的音觉。那猫咪跟老鼠，你要选哪一个？猫咪啊，当然是猫咪。那。蟑螂跟老鼠，蟑螂，真的假的？你有老鼠很恶哎、欸，哪有？有超恶的，老鼠比较不好恶。老鼠很可爱啊，它吃完了，好，没有兴趣的。那你要故意什么？马里古。什么意思？哦，你好丑，你好丑哦！狗我也爱，只是没。你可以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猫咪？猫咪帅啊！狗狗比较可爱。哎呦，狗狗很过动哎、欸。狗狗比较可爱好吗？狗很吵哎、欸。什么啊？很吵哎、欸，猫咪也很吵啊。猫咪哪很吵？你有听到吗？听得到，现在很吵啊。你听到隔壁邻居的吧？我没有看。苹果什么问题？
哈米娜一样就可以考虑。猫咪才是最萌的生物，哪有狗狗比较可爱？狗狗草哎，狗狗你还要带它去散步哎。狗狗不，对，不想。你看，猫咪会自己走了，不想。猫咪会自己散步。对啊，猫咪会自己散步哎，看看就好，看看就好，看一看就好。哎呀。不用不用养，不用养。他爱弄坏东西，还好吧？还好吧，他就是很喜欢推东西而已。会分开吗？会不同步吗？哎，本来就不同步啊。史努比是关果果吗？比算果果吗？那真的比猫咪可爱。那是狗狗。不是。是。是。不想运动。养狗为什么会比较有成就感？应该差不多吧。猫咪也很蛮成就感的啊。对吧？像是主人会自己去玩猫咪的逗猫棒之类的、啊。在猫咪身上跟在狗狗身上得到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怎么样？猫咪的成就感是什么样？猫咪的成就感就是它会踩你。你是 M 吗？我第一次听到我姐讲这种话呢。我还好，我没有很喜欢它踩我，我会揍它。天哪！猫咪的成就感可能是这样。他会自己跳，自己跳。他猫咪在讲话哎、欸，他才猫了一声而已，讲话，是讲了一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可以。对啊，猫咪在外面看外面的世界就可以听。他在生气，他在。拜拜，拜拜，拜拜。你有听过五呀五呀吗？啊？五呀五呀，日文五呀是什么？日文就是有种不对不对的感觉。什么东西？五呀五呀是什么东西？没有，因为我看动漫，然后看到就是有人说五呀五呀。你要你要，对对对，真的好恶心哦！你要你要，是 baby 的哭声吧？哭声，你要你要，不是，天猫城市不定。好像大家都养猫咪也太……我们 TV 的人都养猫咪，对吧？狗狗很少，没有，雨林就是狗狗啊。谁？雨林啊，狗狗啊。雨林跟雨林啊，雨林跟狗狗而已。还有谁啊？思雅啊，思雅跟七七啊，七七啊，他们是狗狗。对啊。猫咪的话，马友跟安安还有雷奇，还有谁？感觉很多人在养。哎呦，思雨，哦，他在那个那边，在那边。他家对，妮妮家也有，果果也有吗？果果有猫咪？啊、有猫咪吗？没有猫咪吧？借助妮妮也是狗，对，好像妮妮是狗哎、欸。对，都有。不好意思，果果跟猫咪一起养。是啊、哦。马鲁，哎，马鲁，跑掉了，他去接人了，接谁？乱扔呢？谁来就接谁，谁来就猫谁。啊、哦，还有一家，哎，还有一家，一家也有猫咪吗？对啊，兄妹也是吗？对，兄妹也是。哦，好多人都养猫咪耶！
但熊妹是，哦，对啦，熊妹也是。哦，果果有猫的好快乐吧？我都没有养东西。你可以养一只老鼠啊。哎、欸，那我养蟑螂比较好。都不行，可以养，那你都不行。养。耶耶耶！我快要关直播了，耶耶耶！开心，好可爱，哎，好可爱，哎，好可爱哦！怎么办，银爵？我明天要干嘛？随机啊！你要教我，你要告诉我，我明天要干嘛？你不是最喜欢睡觉了吗？睡不着，我已经今天睡了很久哎。那你就你要干嘛？我不知道你要干嘛。那你在干嘛？你都在干嘛？玩手机，就这样子。哎，好无聊哦。我的猫是东尼，好可爱。哎，很丑，很可爱，香蕉，但是好丑啊，很可爱吗、啊？香蕉哎，很丑哎，很可爱啊，不可爱，哪会？你才不可爱啦，这是我们的。哇哇，你用哎，他放到外面。耶耶，那我要关直播了，再见，再见 ，Hello 吧。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谢谢你。哎。哎。最后五分钟跟聊了，跟大家聊一点。大家知道那个 TB 谁养谁的？谁的猫咪？我先念排名好。那今天是开始第十名开始，怎么念是第十名是梦？会什么梦回儿是吗？谢谢。第九名是出啊西恩，第八名是林 M 界，第七名是哈鲁，第六名是草莓酱，第五名是 Lex， 第四名是丹九，第三名是整恩，第二名是勇哥，然后第一名是。江哥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送我礼物的大家，谢谢陪我聊天，然后 club 上面是都给讲的，谢谢大家，然后那明天要上班的人就不要被传染，对，就是好好保护自己，好吗？我要关直播了，对，那下次再聊天好吗？おやすみなさい。バイバイ。ひまみんけど、バイバイ。みんなおやすみ。さよなら。バイバイ。早点休息。はい。おやすみ。谢谢你们。バイバイ。